大家好，本人是陈龙宇。今天要讲的内容是阳宅的外观形状。住宅附近有煞气很强的政府机关，不吉。这个包括像警察局、法院、监狱，本身带有较强的气场，那种煞气，更是不法之徒出入的环境嘛。这些人通常也带有不好的磁场，住宅如果在这些场所附近，便会造成家宅磁场混乱。有些阳宅的书籍建议在大门前放置铜狮或者石狮来镇煞，但是我认为这没有用，反而容易招惹祸端。因为铜狮、石狮本身也具有煞气，适合放在庙宇，并不适合放在一般的住宅。好，那我们来深入研究。除了上述带有煞气的公家机关外，像大医院、坟墓、火葬场、殡仪馆、屠宰场、垃圾场、污水池、加油站、瓦斯分装厂等等，也都是不宜之处。好，那这个我们就讲到这边，谢谢各位收看。